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。这是我的爸爸。杰克·佩奇。猪爷爷的电脑。佩奇和乔治来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玩。你好，爷爷。你好，爷爷。这个是什么？原来是个布谷鸟钟。是的。 它会叫布咕布咕，可是它现在坏了。你能不能把它修好呢，爷爷？把这个钟拿到我的小屋里去吧，这里是猪爷爷的小屋，猪爷爷就在这里修理东西。让我来看看钟的里面。天哪，爷爷，这下你把这个钟彻底弄坏了。我记得我好像有本关于钟表的书。 它在这儿呢，钟表工作的原理。猪爷爷终于修好了布谷鸟钟。太好了！布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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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谷。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。 爷爷帮我们把布谷鸟钟修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旧电脑。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。它没有坏，我有一台新电脑了。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。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？哦，一台电脑，它能干什么呀？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。看着，奶奶。A B C D，还有数字，1、2、3。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，然后就把它弄坏了。<笑>不用担心，你们是弄不坏的。只要你们不要喂它牛奶或者是饼干或者是果冻。最棒的一点是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。当你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下一个蛋。 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，但是乔治玩的最好。<笑>